Okay, we choose our clothes and pack our suitcase. 什么衣服选？你想选什么衣服呀？我那个吗？哦，我们穿这个好不好？This one? Do you like it? 还有这个，然后这个也要穿一个打底衫。这个我们再穿两个这个袜子 ，this one。过来吧，我们去放到我们的那个。Shall we put in our luggage in our suitcase？ 那你哦，小心 ，be careful。妈妈等等帮你们把衣服折一下，好不好？你这个等等挂起来好不好？这是谁呀、啊？你是警察吗？哦、oh, ，妈妈害怕。妹妹，你可以拿下来吗？ No. Do you need help? Yeah. Oh, 妹妹 ，do it. 哦、oh, ，妈妈害怕姐姐。你在 tidy up 吗？哦、oh, ，Thank you, Kayla. Oh, thank you, Kayla. You're doing great job. See you later. See you later. See you later.Hello， 哎，我的开头一直没录好。我今天非常的兴奋，因为这是我，就结完婚，是结完婚过后第一次坐飞机。因为我结完婚差不多能有一个月，我就怀孕了，应该没有谁有我这个速度。对，然后就 COVID 了。对，虽然没有去哪里，我只是去黄金海岸，但是异常的兴奋。嗯，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坐开车去飞机场。然后要开启一个5天4夜的旅行，希望可以拍到一些 vlog， 是不是？然后你跟大家说一下 hello 姐姐 ，hello 是肯定有的。hello 大家呀，妹妹呢 ？hello 大家，他们最近特别会说话。Hello everybody， can you say hello everybody？ hello everybody， 你在说？ No. 你不说啦？Hello, everybody. Everybody， 你可以说的。你说 Hello, everybody. Hello, Bobby. What's Hello, Bobby? 好了。Hello, Bo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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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要说话吗？我每次一说话你就说话。我觉得我根本就不用说话了。我只是想跟大家说。因为现在我们坐飞机还要戴口罩，所以我没有化妆，因为我怕我看起来太憔悴。我看着憔悴吗？不憔悴，特别兴奋，打鸡血一样。没，那倒也没有。好了，我们待会儿见，拜拜。那怎么办呢？这个不是我们要坐的那个。我们等等坐一个别的飞机好不好？你不是说要坐 baby 飞机吗？那你跟他说拜拜先。拜拜。嗯。小飞机都眼泪都好久 ，Hello 姐姐妹妹。对，他没有跟你说 Hello 哎、欸，那你们以前不跟人家说 Hello， 人家是不是也不开心呢、啊？所以我们以后跟人家说 Hello 好不好？棒棒的。你很暴躁哎、欸。他是暴力美帝。你在拿什么？你看妹妹那里有什么？纸巾。我包里啥也没有。这个不能弄啊。哇，好漂亮哦！姐姐，你的肚肚在哪里？姐姐有宝宝吗？哦，还有宝宝。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哦，吃个这个好不好？
white girl 哎。那好吧，那你画这个吧。Gold Coast 这边超级无敌热，我都已经脱了一件外套了，但是我今天这个里面是绒的，然后呢这里面还穿了个打底衫，然后我这个是个帽子，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活，因为我带来的所有的衣服都是毛衣，要不就是高领打底。好了，跟姐姐妹妹说一个 Hello。 Hello， 你们在吃什么啊？吃什么？汉堡。好吃吗？嗯。好了，我们现在准备去酒店。哇，这里真的是 Sunshine State， 天气真好，我的妈哟！我好怕我会晒黑哟。好彩我带了一管全新的防晒。我们现在终于到了酒店，然后我换上了衣服，因为我们晚上出去吃饭，给大家看一下两个小宝贝儿，他们两个可嗨了。他们在这里看着电视，然后准备换衣服。哦，正在换衣服，特别嗨。化妆就不给大家拍了，化完妆再给大家拍一下。好了，我的妆化完了，今天用的就是我很喜欢的 TF20， 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唇膏呢啥也没有，因为我最近特别烦，就刚刚要出门我就开始唇炎，所以就啥也没擦。好了，我准备把头发弄一下，头发特别的塌，我应该就会把它夹起来吧。很会 sharing 嘛，特别棒。他断了，他不是不想给你，他都全断了，妹妹，是不是？不是他坏了。他全都是小的，然后他自己全吃了。那你不要就没了，因为他全都弄断了。姐姐，这个样子的娃娃。哦，真的，他连鞋都没穿。也是夹起的。也得提，走了 ，Let's go，Let's go please。在吃那个呢，他们俩在吃姜。OK， 妈妈拍一下你们吃姜哈。你在吃什么啊？在吃这个姜啊。要不你用手试一下。好辣！姐姐试一下好不好？你还吃吗？不吃饭回去了好不好？压气。好吃吗？你吃了？你真的很有趣，姐姐。Thank you。Okay. No idea. Thank you. Just some things that. Wow.
哇哦，哇哦，好酷哦！你怕怕呀？Oh look, what's that? 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是 Wagyu 的那个，这个鸡蛋的这个我吃了，我觉得还行，就是没有小红书上的那么好吃。那个人说是世界上最柔软的蛋，我觉得有点像 cheesecake 的味道，是有点 cheesecake， 有点像 cheesecake 里面包了一层饭。对，它不像鸡蛋，它超越了那个范畴，就是它已经有点不像鸡蛋，让我觉得像 cheesecake， 对，像是 cheesecake 的料，就有点过了。好吃吗，妹妹？妹妹，你吃得很陶醉，妹妹。妹妹，哇哦，你看它，哇哦，整碟酱被你俩吃完了要。Yummy！ 哇哦 ，That's a lot of sauce. Oh my goodness！ 那剩下这两个没有 sauce 了耶。你剩下那两个没有 sauce 了，你们省着点 sauce 吃好不好？ You want another one? Can you use your fork for this one? 姐姐今天很失文呢，是不是啊？你说什么，妹妹？你失文，你今天很闹哎。今天超闹哎。妹妹都闹啊。你看妹姐姐在擦桌子呢。姐姐很乖耶，姐姐斯文是不是？那你笑一个好不好？你对着镜头笑一个好不好 ？It's just water, thank you. Yeah. And probably the bill. Sure. Yeah. Yeah. Do you have a membership card at the casino? No. 妹妹啊，你是斯文 girl 吗？还是闹闹 girl 啊？你是闹闹 girl 啊？那谁是斯文 girl 啊？Yeah, yeah, I know. Thank you. Oh, see, what's this? This is a donut with the caramelized mint fillings in the bowl. Wow, thank you. 好吃是不是？我们现在吃完了，姐姐在清洁呢。我们吃完了，然后我们吃了这个甜品。这个甜品小红书上说打五颗星，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炸了的流沙包加上一点雪糕。好了，我们要走了，我有点喝醉了，这个灯光显得我好累啊。拜拜。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第二天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准备出门吃一个早餐。这个早餐是我们订的8点钟的，但离酒店很近，所以我们已经打扮好了。然后你看下这两个人，你坐回床上好不好？哦，你在吃东西。这个臭蛋呢？姐姐，你可以跟大家说 hello 吗？我卷了一下头发，可是我还是用这个夹子夹起来。我呢特别倒霉。就是我带了4个唇膏，可是我来这儿我唇炎，我就嘴巴这儿全破了，所以呢我就只能擦润唇膏。人算不如天算。大家看一下今天 Go Coast 的天气，我们这两天来没看天气预哦，就是看了天气预报，可是定的时候不知道，现在就很阴天。怎么啦？你要买什么东西啊？哦，姐姐说不买东西，我们去吃东西而已，我们先不买东西。那你想要买什么东西吗？妈妈东西。姐姐妹妹中间出现了分歧。要买什么呀？妈妈东西。对，我们不买东西啊。妈妈东西。有一个人特暴躁，姐姐很生气。他们两个的风格就是一个是特别嗲，一个是特别暴躁。妈妈就是姐姐，你怎么叫妈妈呀？姐姐，
我瞪了镜头一眼，看到他吗？姐姐，姐姐在暴躁的生气。姐姐在生气。我们订了那个一个日本的 brunch 早餐，叫勾雅。Should be here。天特别辣，我的是苹果加青菜，嗯，还有一些些姜。怎么了？我刚刚说的是什么？青菜。我说是芹菜。你的好喝吗？你的 mocha 是 best you've ever had。还不错呢。你以前喝过 mocha 吗？嗯。你喝过 mocha 吗？怎么可能没喝过 mocha？ 耶！我以为你是土鳖。你就喝个摩卡 ，ice 摩卡。Our breakfast is here. Thank you. Thank you. 哇，这感觉很好吃哎。Looks very yummy. 我觉得吃这个应该就饱了。哇，漏的耶。好吃哎。You want to try? No. 来来来，你拿了我的叉子，那你还一个给我。那那爸爸用。Thank you. Thank you. 哎呀。啊。那你等等给妈妈。好香啊！我试一下这个虾。水果。那妈妈养。哇，那里还有很多哎 ，pelicans。这里有。哇，那只飞出来了，这里好多。好大哟！他们在吃身上的虫呢。他在挠痒痒了。他在一起耶。我看看他。姐姐妹妹要不要下来看看？你看我这个害怕到老公。妹妹害怕。妹妹害怕呀，但是他很可爱，他在挠痒痒哎，你身上有没有痒痒？痒痒痒痒痒。姐姐，你害怕吗？你可以，你轻轻过去摸摸他的，摸摸他耳朵，好吧？试试，爸爸试一下，好吧？你可以试试，好吧？慢慢，轻轻的，轻轻的，我带你。你再试一下，好吧？轻轻的摸摸他耳朵。Again， 试多一次好吧？没事，不怕，你试一下。来，爸爸抱，爸爸摸。你摸摸，轻轻的摸他的耳朵。不怕，你轻轻的摸。不怕，刚刚爸爸不是摸了吗？那个是鸟鸟 ，bird。哎，那亲亲姐姐。他没有亲你。OK， 那我们去这边看看。你看他，要摸摸他，要摸摸他吗？爸爸no， 那我们过去这边看看，看看他。姐姐，你试一下摸摸它，那你摸摸它，
It's okay. Yeah, she's a bit scared. It won't hurt you. Yeah. Just don't touch them near the legs. Yes, yes. So, if you want to feed them, your hand has to be like that. Yeah. Like under. Yeah. But don't touch near the tail or anything. If they fight, that means they're playing. Oh. They're not actually hurting each other. They're just play fighting. Okay, okay. They're getting used to each other when they're fighting and playing. Okay. That means they're... And okay. Basically up to your neck. How do you know that? Because... You learn it from school or... No, I used to be a zookeeper when I was younger. Oh, okay, yeah. Cool. So, that's yeah. So great. And then, if you go near that... See that? Hey! Yeah. Oh! Okay. So, yeah. Okay. So... Wow, we learned a lot. You did great job.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哦，你看他从你身边走过呢，刚刚看到吗？刚刚那个大姐姐跟你说的，你有学到吗？没有，听不懂是不是？那你长大了就听懂了吧？好吧。嗯，怎么嘟嘟嘴呢？你害怕是不是？你要 go home 吗？你嘟嘟嘴哦。OK， 那我们走了，好吧？嗯。哦，我们真的要过 tunnel 了 ，We're going through the tunnel soon。妹妹，你看一下，跟镜头说 hello。Did you have fun today？ 哦。哇，这里很多可爱啦，哎，你看，哦，这里没有。哇，这个是什么啊 ？What's this one？ 自己走吧。嗯 ，I have no idea，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啊？你看 ，look， 哇，你忘了，你要不要碰一下鼻子？我，哦，没事，这个呢？什么什么 Newton？ 哇 ，Turtle 哎 ！No, that's no. okay. What about Mum? Oh, have a pat. This is Trixie, our baby dinosaur. Hello, look. It's okay. You want a pat? No, don't want to touch. No. No.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touch? Oh yeah, I can see that. 他很喜欢那个东西，老公。他很喜欢这个，他就沉浸在这个叫的这个东西里。他去，因为他想看 tiger。你要再过去看一下吗？那我们走吧。因为他觉得那个是 tiger。姐姐啊，你很喜欢那个吗？你要不要再去看一下？那我们走了。Oh, what's this one? 这个东西很萌啊。It's very cute。这个东西很萌。哦，我看到了。这个怎么了吗？这个很可爱。你看我摸他鼻子。他是 giant wombat 耶。姐姐要不要摸摸鼻子？妈妈也摸摸好不好？try 摸摸。It's okay, try. 哇，好勇敢哦，姐姐，妈妈 do it。妹妹疼，姐姐疼，姐姐疼，摸耳朵。呀，妹妹有疼。妹妹 try。哦，好棒啊！妹妹不害怕了，你不害怕还就推她呀？你怎么那么粗暴、啊，妹妹？哇，你看这个。那这个 baby 的呢？这个呢？你要不要去这里坐在这个上面 ？Dinosaurus， 哇！我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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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着坐着我推你，我推你，坐着坐着我推你，走了走了跑出去了，哇哇，我吹算哇，你看这个这边哦、oh, we finished,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哇、wow.Finish. 妹妹都喜欢野鸡。妹妹都喜欢野鸡啊？可是姐姐喜欢呢、欸。那姐姐那喜欢。姐姐，你是不是要走了 ？Shall we go? Let's go. 嗯。你要不要也过去看一下？那。可是姐姐很喜欢呢、欸。没事，要不你过去牵牵姐姐的手手好不好？那你牵着妈妈的手手过去好吗？车司机心里想，我今天好多观众啊，每一次都是这两个人，他懒得理我们。你想过去吗？还是你是想这么样？妈，我都害怕了。那你要过去看看。Let's go。是呢。我对他们超多话，他们比你还多话。对我都没什么话。要不以后他们做那个 vlog 的主播吧，他们那么喜欢说话。好吧，反正我的 vlog 没有人看。我们现在准备去 Sea World， 因为我们动物园已经玩完了，然后现在是12:30。没想到这么小。对对，没有想到，就比想象的小一点，然后东西不是很多。我们现在准备去 Sea World， 因为明天听说要下大雨嘛。然后呢，我们本来就想着明天行程可能就只能去 Brisbane，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去 Sea World 的话，我们就等于来到这里没有落下东西，没有落下任何的东西，又多加去了一个 Brisbane， 简直是太棒了。不过刚刚那个地方还可以，还蛮有意思的，蛮有趣，我挺喜欢的。就真的，不过说句实话，真的没有看到什么动物，就看到了 koala 还有 kangaroo， 还有一些鸟。Yeah, that's it. 然后一些假的，假的 dinosaur， 没有什么动物。对，还没有阿德莱德的动物园多。阿德莱德动物园至少有个熊猫看，还有老虎、啊。哎，不是老虎，我们是在巴尔来看的。哦，对，它有个 tiger show。我以为每个动物园最基本的配备就是老虎还有 giraffe， 结果没有。No， 这是澳洲。澳洲的配备是 kangaroo。但是 kangaroo 真的很吓人，别说他们了，我都害怕。不过听说刚刚姐姐，对，听说刚刚姐姐很勇敢。你跟 kangaroo 做了什么啊？啊，kangaroo tail。哇，这么厉害啊！姐姐是 no kangaroo。哦，大姐姐说 no pun kangaroo tail 是不是？那你碰了她的耳朵是不是？但是你很勇敢呢。我们有多少个勇敢 girl 啊 ？How many 勇敢 girl do we have here？Five 啊。One。Only one 的姐姐。One 是谁啊？姐姐。妈妈勇敢吗 ？No， 妈妈害怕。哦耶。妈妈害怕小妹妹。妈妈害怕小妹妹。爸爸是勇敢 boy 是不是？勇敢哥哥。你是勇敢 girl， 爸爸是勇敢 boy。勇敢哥哥。OK， 妈妈其实也很勇敢，只是我受到了妹妹的影响。Am I right？ 妹妹今天哭哭。但是妹妹今天也很棒，妹妹今天是不是拍了一个东西的头头啊？她拍了人家的鼻子是不是？她还骑了那个 Tasmania Wolf。对呢，所以妹妹 also 勇敢 girl。你也是勇敢妹妹，你刚刚骑的那个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那个是大灰狼。哎，大灰狼，你坐在大灰狼的身上。哎，你勇敢。哎，你很勇敢。哎，可以坐在大灰狼身上。我觉得害怕，但是你碰了 kangaroo 耳朵，所以你也勇敢。哎，我就害怕大灰狼。哦，没关系，妹妹是大灰狼。好了，我们就这样吧，等一下到那 Sea World 再说吧。
我想着给他们拍一下我绝美的侧脸。哦。没有绝美的侧脸。刚刚姐姐有拍到绝美的侧脸，在那个坐火车的时候，我给她拍了一段。没有我吗？你有绝美的正脸。好吧，拜拜。